杨小姐，您那车是怎么开的？这是，这车可够结实的啊！哎，哥们儿，能不能私了？不，这个我做不了主，人家车主没来呢，我是看车不能做主。这样行不行？你看啊，那白颜色的凯美瑞那是我的车，啊，我把我车压在这儿，我跑不了。那个杨小姐这不叫外了吗？我先把这人先送回去，她现在这种情况开不了车，好不好？不好，人家车主没来。 我不能，这我做不了主啊！人家万一要反悔，哥们儿，我没说啊。这是我名片，拿着，我半小时内我准回来。我不知道这是不是您的名片，您糊弄我怎么着？但我车在这儿呢，就这样。哪边烟抽？杨小姐呢？跟你一个酒店的，你也熟，帮帮忙。反正有您车在这压着，你也跑不了。哎，不过您可马里回来，我就在这候着您。我半小时内准回来，好吗？啊，拜托啊。 送我回家，我就原谅你，我就感谢你啊。我就是觉得你在你那朋友家那儿干那个主持那事儿，有必要得跟你说说。你留下，我走人，那我已经决定了。希望你别误会，犯不上跟我赌气。我自己有工作，我到这儿来纯粹就是帮哥们忙，帮完忙我就回去了。其实也就剩下那么几次了。 你呢，再坚持坚持也就过去了。你在你那朋友家那儿干的挺好的，没准还能跟他们公司长期合作呢，犯不上因为跟我赌气较劲，失去这么好的挣钱的机会，对吧？跟你有什么关系？再咬咬牙，跺跺脚，坚持那么几次，我不就消失了，对吧？ 请一定放心，我现在立即滚蛋，未来将迅速消失。他赶快消失。